他还像这么的坚强，怎么会晚上偷偷在哭呢？一个人苦撑着，如果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帮忙解决啊。其实你们连长碰到的问题，相当棘手，也许将来你和你们连长一样碰到一样的状况。我？难道是因为这身军服吗？勇士们。